前一段买的盗版的书，把书退了，这回买了正版的。正版的话，他带了一个盒，带了一个盒，然后里边这是一个硬皮、硬纸盒，里边是上下两套。就是这个地方不知道为啥，可能是没印好，但是书应该是正版的。都有编页，这是他的，这是张道长的这个起源流，八部金刚在这儿。公主被压迫，每天都要照顾师傅，事无巨细。不过现在的人，新鲜食材，这是硬纸壳的。然后，李京子济世良方也到。还行啊，这个纸张这都是正版的。然后，张道长推荐的这个《阴灵改错》也买了一本，到时候翻来看看。哎呀，我是对中医是一点也不通啊，而且这个繁体字儿也不太了解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嗯，就这吧。